巨大的神像，恢宏的教堂，蒙德人为了修建他们必然花费了海量的资源与精力，但收到这份礼物的封神究竟感受到了多少，又回报了多少？信仰是不求回报的吧？哼，只要神灵心安理得，我也不多说什么。嘘，马上就要进教堂了，封神的坏话可不能乱说。而且封神其实，没什么。哼，我本来就没有进教堂的打算，与修女打交道的事就交给你们了。哎，你是蒙德城的荣誉骑士，深受信任，他们应该会放心让你参与到这件事里，而我的出现只会徒增警惕罢了。嗯，而且就像小家伙说的一样，我随时都可能说出教会不想听到的话，巨信者踏入虔诚之地从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我过去从未蒙受过神明的恩惠，现在和未来也没有必要。好了，这种事说的也够多了，我们在闲聊的时候，深渊教团可没有停下脚步。那就我们两个人去问问看吧。我还得提醒你们一句，你们最好也别向教会里的人提起污秽逆位神像。西风教会对神像的事不会置之不理，但如果他们贸然插手，只怕会打草惊蛇。而且不论是谁触碰了与深渊有关的因果，一般也不会有太好的结局。你们去教会里找人打听吧，我就在这里等着你们。骑士，你好，最近过得如何？今天有什么事吗？啊，不过先说好，想再借天空之琴是不可以的。看来他还没有发现幻术的事。我们是来打听事情的。芭芭拉听说过世上第一座耕地机吗？啊，那是什么？耕地机是用来做什么的？果然不知道啊。那换个问题吧，教会有没有弄丢过七天神像呢？哎，你们是来问那个老故事的吗？好意外，因为是很久以前的事，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再提起了。很久以前，确实有座七天神像一夜之间突然消失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当时，几乎所有教会成员都参与了搜索，但最后也没有找到。在教会的记载里，这件怪事被称为失落的七天神像。果然？没什么。还有别的什么线索吗？我是说，还有别的什么怪事吗？对不起了，芭芭拉，暂时不能告诉你我们见过神像的事，这也是商量过的结果，为了你的安全。别的怪事？不太清楚。我想想教会记录过的怪事，暴君的遗愿，不对，时间上应该关联不大。暴君的遗愿？这件怪事指的是现在被称作风龙废墟的旧蒙德，有一段时间变得非常危险。在很多年前的某段时间里，只要有人接近那里，就会引来从天而降的火球。从天而降的火球，好可怕。当时人们认为那是龙卷之魔神的诅咒，所以把它叫做暴君的遗愿。这个诡异的现象持续了一年，最后也没能解决，后来是自己慢慢停息的。后来教会认为暴君遗愿的说法站不住脚，
龙卷之魔神按理说不会发射火球，恐怕是有别的什么原因引发了灾祸吧。总之这件事和失落的神像可能没有关系，但其他的怪事我也联想不到什么了。没关系，还是很谢谢你。谢谢？我好像又听到了麻烦的词。是你啊，德莎莉亚。如果要找骑士团，他们现在没时间，那群魔物又回来了。那群魔物？就是那些曾经借风魔龙之乱试图进攻蒙德城的怪物。那不就是深渊教团吗？他们又有动作了。嗯，他们正在奔狼岭集结，狼群躁动不安，深渊教团或许是盯上了北风王狼的残魂。至于是为了什么，我还不能确定。秦团长已经去了奔狼岭，唉，我也要开始暗中行动了。那我也要去。秦团长说要你留在教会，做好神职人员的本职工作。可你也是神职人员啊。对，我们也会去帮助秦团长的。好吧，有荣誉骑士在的话，但还是请务必小心行事。愿风神保佑大家都安然无恙。原来如此，深渊教团已经展开新的行动了吗？很可能与误会逆位神像有关，我们也去看看。说起来，深渊教团去奔狼岭干嘛？难道又要重演特瓦林事件？重复的灾难就别再来了。不，应该不会。与被镇压的奥塞尔不同，魔神安德留斯早就死了，如今守护奔狼岭的只是他的残魂而已。深渊使徒将那缕残魂当作目标，或许只是想要从风神眷属的口中挖出些有用的信息。一决胜负，哼，嘿，嘿，好，一，
教团的魔物。不要轻敌，我们上。越靠近目标，敌人就越多，哼，符合教团的作风。嗯，走吧。我就不去了。哎，为什么呀？难道你害怕毛茸茸的生物？与狼无关，是因为他作为昔日的魔神，却效力于如今的七神。我无法认可他的行为，更不想和他打交道。再说，讨人喜欢是你的本事。我可做不到。神明本就不值得期待，就当是我私人的建议好了。记住，随时都要对神明保持警惕，不要太过信任他们，但也不要走上推翻或猎杀的道路，即使对于你当年那个仇敌也是如此。不要信任，也不要猎杀，好别扭的想法。戴英究竟是在仇恨七神，还是维护七神呢？前车之鉴，我就最后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吧。哎，什么事实？坎瑞亚是被神覆灭的国度，而这就是深渊教团想要覆灭七神国度的原因。闲聊到此为止，先办正事。我去解决剩余的深渊教团。你们也快去快回，事情都解决后，我们在奔狼岭的入口见。啊，他走了，真是个怪人呢。嗯，这么说来，你也很提防陌生的神灵呢。那时在璃月请仙典仪上，你的选择和戴英很类似。哎，真是不容易啊。荣誉骑士，泰蒙，你们怎么在这里？秦团长，太好了，找到你了。我们听罗莎莉亚说你来这里作战，所以就过来支援你了。那真是非常感谢。这次暴动非常诡异，深渊教团将奔狼岭层层包围，我正准备调动兵力对抗。我刚在奔狼岭侦查了一番，没想到遇见了你们。听罗莎莉亚说，他们的目标可能是波瑞亚斯，但深渊教团与波瑞亚斯会有什么关联？单纯的找麻烦，应该不需要理由吧？你看，深渊教团已经找过特瓦林的麻烦，再去找另一个风神眷属的麻烦，也不奇怪呀。也有道理。总之，这附近的威胁，无论是明面的还是潜伏的，都交给我来处理吧。荣誉骑士，请你赶去确认一下王狼是否遭遇危机。魔神的残魂不常见人，但我听说你与他有过一面之缘，由你出面或许是最合适的。嗯，多加小心，前方的任务就拜托你了，西风的荣誉骑士。结霜，加快脚步。一决胜负。
看那边是雷泽，还有深渊使徒。这里不欢迎你。仅剩残魂的狼竟然还有养护子嗣的习性，是想要作为护卫吗？但他的力量显然不能与魔神曾经的利爪相比，而只要服从于我们，你就能重获比肩神明的权柄，就像过去一样。谗言，这是什么仪式？他看上去很痛苦。是类似控制特瓦林星之石的腐蚀吗？狼不屈服，但不能再继续。不论几次，你们的努力都只是徒劳无功。来，化为尘埃吧！快！呀！求饶吧！散！现身吧，奥兹！双花月，粉化，加快脚步！哈！终结的阵营！嘿，黄心！坚强的意志，但这种微小的变数不足以影响全局。又消失了。谢谢你们来得及时。
人类中的卢皮卡，让你们见到我如此姿态见笑了，但深渊的使徒终究是太小看我了。王狼不拒绝试炼，但阴森的外来者不遵守试炼的规矩，我也注意不到布下的陷阱。也就是说，是深渊教团先做好了腐蚀的准备，再以试炼的名义把王狼唤醒。谢谢你，以后我的爪子需要更锋利。你们闻到了危险来这里？不，我们是听说的，我们的鼻子没有这么好用了。除了来帮忙之外，我们还有一件事要请教。请问这位魔神大人，你知道世上第一座耕地基吗？我不关心人类的造物，不知道耕地基是什么，但只说印象深刻的机械，曾经倒是有一座。他误闯了我的试炼场地，我将他视为参与试炼的勇士。可他没有智能，只想要战斗。他从头到脚都是为了杀戮而铸造。最终，我的攻击损坏了他，在倒下之前，他离开了这块试炼场。听这些描述，好像不排除是世上第一座耕地基的可能。是的，它会旋转，跳得很高，还会发射火球。力量虽不比魔神，但比很多持有神之眼的人都强。火球？咦，最近是不是在哪听到过这个词来着？总之，这个消息是不是能说明世上第一座耕地基确实来过蒙德？听起来，世上第一座的力量比后来那些量产的遗迹守卫强了很多呢。但在这个故事里，他好像在狼的试炼里被打坏了。不知道。那么，帮上忙了吗？帮大忙了，谢谢你们。我们要继续去追查一件很重要的事了。虽然深渊使徒离开了，但教团的进攻还没结束，你们也要小心。我能闻到更加危险的东西，你们也保护自己。掌握了非常重要的情报，我们快去告诉戴英吧。